由于 JBLink 的头皮调理洗发霜成绩非常的好，上一季呢我们的业绩大幅成长，所以我打算在下一季的时候呢扩张 JBLink 的商品线，同时呢我还希望能够开发我们 IU 网自己的独立商品。董事长，麻烦你专心一点好吗？不是啊，总经理，你穿这个样子我很难专心嘛。啊，除了发品之外呢，其实在彩妆的部分，会等一下再开吗？你听我说完，我说呢，在彩妆的部分，彩妆怎么？我说彩，你说彩妆怎么？呼吸节奏真失控。心跳脉搏在放纵，当你开口说爱我，爱情正直播放松，不要理他。